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水灵灵频道。今天为你分享的话题是世界上最简单的幸福。人如果长期负重前行，就会活得很累。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，活得简单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。曾经有个孩子对母亲说，妈妈，你今天好漂亮。母亲说，为什么？孩子说，因为妈妈今天没有生气。原来拥有漂亮这么简单，只要不生气就行了。很多时候我们生气就是太小题大做了，本来是小事，偏要杞人忧天。家里发现一只黄鼠狼，何必放火烧掉整个房子呢？我们从愤怒中带来的每一个打击，最终都会落到自己的身上。生气一小时相当于熬夜六小时。成年人的脸每发怒生气一次，脸上的皱纹就会深刻一度。林则徐说过，如果是我错了，我凭什么生气？如果是别人错了，我为什么要生气呢？所以想要不生气很简单，只要放下别人的错，就能解脱自己的心。您赞同吗？好的，朋友们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期待您的留言、点赞和关注，谢谢大家。